毕竟，两个人有情与否，关系到一生的幸福。可自古以来，婚姻都是缔结两性之好，是两家人的事，不单单是小儿女的私情啊。这个道理我懂，只可惜我们都是人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 不是想要控制，就能控制得了的。娶妻之事，还望大奶奶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先生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情到深处，情转薄。越是情深之人，越是无情无义。 一个人的心里，多是有了想着、念着的人。旁人总是有千般好意、万种温柔，他都成了聋子和瞎子，看不到，也听不见。伤人的话倒是信手可以拈来。我被亲身之恩所伤，这里面有多痛？ 有多苦，我是知道的。即使知道，又何必拖累那些无辜之人入这火坑呢？爱而不得，生不如死。